人们，现在是美食推荐时间。第一碗就是这碗螺蛳粉，它的用料十分的多。旁边我已经泡好了。这个汤啊，油不怕，我们还有碧生源，这个啊去油，对身体好。哎，这两个呀，可是一个。夏夏，啊，我室友回来了，小远看，小看的空一。来，一起。啊，我室友有点累了，改天再给你们看。我也休息一下啊。哎，这怎么掉地上了？你看看这是，哎呦，都弄脏了。哎呀，你就这样放弃了？也没有，你也知道，我这空乘前途渺茫了嘛，就想给自己找个退路。这些就是你的退路啊？啊，哦，我万一要是火了呀，挣的可不比乘务员少呢。那乘务员呢？不做了吗？命中注定，我就不是当空姐的料。夏夏，乘务员这份工作，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的。哪有？你就天生适合啊。我和你之间可是差100个奇遇呢。你不用这么夸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，我有多少短板我自己很清楚的。可是你有多少长板你知道吗？这次快速离机你临危不乱，反应速度比我们每个人都快。唉，可是当一辈子空姐能遇到几次危机啊？我平时发挥的都只是我的短板而已。就算这次撤离，我不是也没做好吗？那你就要抛下我了吗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做最优秀的乘务员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继续在客舱里努力，然后，至少再努力一个月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是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不好了，小姐出事了，你们看微博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，是啊，是程潇操作的呀。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，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小姐，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，说是小姐害得段超受伤的。什么？我看看。这都什么呀？胡说八道。先生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先生，拜托你不要再吵了，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。可是我没有是不是想被投诉啊？很抱歉打扰到你们，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。不行，我有点担心程晓，你们可不知道，这些极端粉丝疯狂起来有多可怕。我现在就是担心，他们会曝光小姐家的住址。不行，拿着，我得用自己的几个小号跟他们血战一番。哎，
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我要进入战斗状态了。我也得提醒一下小姐。网上的事不要太在意，也不要盲目回应。保护好自己。小姐，这帮人真太过分了，你这几天一定要小心啊。陈潇，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战哥，我去了行医那边，检查还是没通过。你呀，就是太着急了，多歇几天是好事儿。这上面不也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
这次的事件大家也都看到，由于程潇的操作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，由此引发的网络言论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，咱们公司大门口到现在都没消停呢。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。言归正传，今天把谢部长还有飞行部的各位高级教员请到这儿来，是想内部统一一下意见。明年的招飞计划，我提议还是不要女飞。对不起，江部长，我不赞同。普遍来看，女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更情绪化、感情用事的问题。你看程潇，活生生的例子。程潇只是个例，而且事情尚未定性。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，这是有数据支撑的。事实上，招收女飞这一项，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。南亭啊，友航的男飞女飞的比例也很悬殊，这是有现实原因的。徐总呢，不愿意让我多谈女飞的问题。可现在咱们马上要开始明年的招飞准备工作了，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。现在咱们关上门，我不妨说说我的心里话。咱只说一个简单的问题，避免高空辐射。一个女飞一旦决定生育，为了备孕，起码要提前半。每年各大飞行学院都会培养一批非常优秀的女飞，包括一些高校的航空专业女生。如果错过他们，会是我们的损失。江部长强调的是利用率的问题，我认为应该辩证的考量。陆航作为陆州的龙头企业，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至上，很多时候要做出有社会担当的决策。要不我们找徐总谈谈。在飞行部我也就是个高级教员，你现在又不是副部长，还是要恪守职场的汇报流程。啊，对了，第二次调查会安排在后天，结果可能不太乐观。数据分析不是已经证实程潇并不是有意违背机长的指令吗？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。妈，今天家里是有客人来吗？哎，你是有口福呢，还是你们俩商量好了？我们俩。南亭哥，你回来了。宇航，我今天飞无锡往返，在机场买了点特产，就想着给阿姨做几个菜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快去洗手。还好我今天饭都做了点儿。洗手去。哦。阿姨喝点果汁开开胃。自己来吧。没事儿，来。来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我帮你拿那个。好，够了，谢谢。你自己的。好嘞。阿姨，您快尝尝，第一次给您做饭，也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。小雨这手艺啊，真不错。我还得跟南亭哥多学习呢。南亭哥现在工作也忙，我也帮不上他，就只能帮他来照顾您了。哎呀，小雨太客气了。南亭哥，您快尝尝这个。我自己来的。是不是不合胃口啊？没有啊，没事儿，挺好的，我爱吃，他吃白饭都行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下次给你做。没有，这样挺好的。谢谢妈。
南宁哥，你今天是不是挺累的呀？最近事情比较多，马上要开第二次调查会。哦，我也听说了。其实那个明星受伤的事儿，我怎么了？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那个明星不是在撤离的时候受的伤。怎么回事？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，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提醒了他好多次，他还是不肯配合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。客舱部的调查笔录我看过，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情？当时那个经纪人一直说要投诉我，明星也很强势，我不敢得罪他。在客舱里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旅客。你作为一名专业的乘务员，必须对旅客的生命安全负责。网上的人到处闹事，这件事情不但败坏了公司的名誉，还让程潇背锅，被人辱骂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南丁哥，我不敢说这事儿，我怕被公司停职，我也怕被那些人报复，我错了。我还能做些什么吗？第一，马上上报公司。第二，你回忆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旅客亲眼看到在落地的时候他没有系安全带？那个经纪人肯定看到了，但是很抱歉打扰到你们，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。当时有一个白金卡的旅客坐在他同排，他应该看到了，我可以试试联系他出来作证的。你只有一天的时间，他现在可能是唯一能够澄清真相的人。好，我知道。南丁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重要的是客舱部能不能原谅你。宇航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希望你能明白。家人们看到没有啊？这个仙顿仙顿一样，真的胶质满满，咚咚咚咚咚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哇，香甜！现在点击下方链接啊，立刻购买，数量有限。宇航，回来了。什么？男人能不能吃？男人当然能吃了，这种东西绝对不是女人的专利品。无论你是80岁的老奶奶，还有2岁小孩。魏先生，坐。这位是我的同事夏至，我们恰巧在楼下碰到了。啊，喝点什么？威士忌。不用了。哎呀，宇航，你看我本来以为啊是咱们俩单独约会呢，你说我这个现在自作多情了。
您真是说笑了，这么晚打扰您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啊天南地北的飞，时差早就乱了。今天找您就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儿。哦，说。房东先生，我这儿全屋断电，手机也没电了，您能帮忙给物业打个电话来看看吗？这么缺德！魏先生，如果您确实看到他落地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，您看您是不是方便做我们的目击证人？就这个事儿啊，没问题。真的太谢谢您了，过两天可能会有调查小组的人去找您。好，那行。谢谢您，魏先生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坐。宇航，是这样啊，我这段时间呢，基本是在国内出差了，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你把你的飞行网账号给我一下，我可以专程选择你的航班乘坐。我。不好意思啊，魏先生，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内部网站，账号恐怕不太方便透露给您。哦，不太方便，是吗，宇恒？哇，有病吧，捡人家电信。那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？魔鬼领导，渣男，你不说话，害羞啦？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。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号。哎，这个是我给你起的外号，你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。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。你这个线路啊，不难听。你现在既然知道了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
现在光线合适。问你呢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作为房客也挺好。哎呦，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啊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。好好弄看看我这线对不对。发好人卡了，还这么怕我？还修不修骨胶原？我都快热死了。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劫人家电线。你的资料被盗。交房租的那个秦阿姨是？是我妈妈，这个房子本来是给她买的。啊，对了，后天的第二次调查会，本来网上的舆论对你不利，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李宇恒说，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在降落时没有系安全带，目前正在联系目击证人，所以后天也不用太担心。我也会尽力帮你澄清。不管什么结果，我都接受。谢谢。我就住16号楼5楼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叫我。走了。哎，你手机。谢谢。
死。